快点下一个，来换妹妹。来了，哎，妹妹，还有我哎。爸爸呀，要下来吧，爷爷。好了好了，有了，走了。加油！冰清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，妈咪来，快点。还是小胡，那给姐姐来，拿去。有啊，不会啊。我这肚子够在我。今麦你袂开，你弄赶快啦。阿妈在菜市场要低调一点，拿出来闪瞎众人。哦 ，iPhone 呢？不准关啦。无啦，你我甲你讲吼，你去卖，你去菜市啊吼，卖水果时阵，你著讲吼，去卖苹果，头先讲，哎，你这苹果甲我这苹果咩啊卖啊？这是苹果的。嘿，这是苹果手机。按照规矩啊。嘿。伊这吼，有一个，无因为我现在还没设定，好，因为我袂使登录你的账号，小胡帮我，还是小胡帮我录。没有，我来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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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给阿妈开，开去，我开啊。有啥物？安那？我手机啊，开去，开啊。哎，阿你开我来，等一下嘿。哇，有爱密码。嗯。我帮你设定几十开啊，伊会抓你的面，伊会去你的面哇。嗯。认你的面，我帮你开手机啊。哦，安尼啊。今麦后摆这支手机啊吼，到我甲你看我开呢，来，嗯，按住再开啊，慢慢动，完成人人称。你家己开，开掉，嘿，所以你转动你的头壳，嘿，我头壳转动，嘿，干嘛？来，第一摆好啊，第二摆，好，再来。哦，以前第一路第，你扫描你的脸型，嘿，安尼哦。对啊，上下一个你上下，不，你上下，你顶头，哎，对。哦，这唔敢咧。就加这边，哎，这唔敢咧，像你。还没扫了，还没扫了啦。那个，你给他问嘞。哎，那个地方需要你扫描哎。这边还没扫掉，哎，好，扫了。安尼好啊。我完成了，好，阿金毛仔，你关起来，它就开一遍。你滑上去，哎，哇，伊今麦几只开啊？嗯，你有边输入密码，按哥你啊戴口罩，伊有认不出来哦。你有爱取密码，嘿，戴口罩，啊，不过你爱戴口罩可以来，你的电话已经伫内底啊。你的旧的迄，我旧的迄个哇，我即卖伊无用信卡，伊用数位的信卡哇，我直接收起来的。因为后摆你来用第三种充电的无线充电。你都无线，你都唔知个，布条要出几啊大？啊，你这哦，反正得用就好啊。啊。哎，你平板我无帮你设定 FB 哦。有啊，我会。加手机也有尔，是吧？哎，好耍头的哦。哎，好耍头。FB 是好耍头。不行。啊，对。你那个不中，我这有点乱。嗨，西律。打电话给子源。正在拨打子源行动电话。对哇。哦，用讲的敢唔够多？啊，我，你新创你要做翻译啊？传中华电信。对不起，因为余额不足，本次通话无法完成。嗨，西律，打电话给子源。正在拨打子源行动电话。你无该讲余额不足哇？我电话有亮啊。好。哎，很短呢，对吧？嘿嘿嘿，来，你讲一遍来。嗨，Siri，打电话给子源。正在拨打子源行动电话。哦，好啊。好，快去充电哈。哦，充
用这个吼，赶快有啊，赶快这个拍电，拍电，啊你手机啊放放下。啊，看你这个，嘿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这吼，你有手机啊放下以后，有已充电93瓦，啊，再有一个充电，再有一个闪电有无？伊即马是充电啦，你要免用免用线充电啦。用个插线。对。充电嘛，毋是固嘛，是电池啦。啊？伊内底接电，伊内底我讲。无，插电嘞，插电嘞。插电才有充哦，无插电无充。对。我毋知无啦，先做无我。安尼。赶快安尼嘿，插电吼。啊，你这头你有直接放落来吼？诶，这个旧的手机来嘞。这头你直接放落来，你去充你的平板，拢会使。好，安尼好啊，这样可以。我怎么回来？暂时充电怎么搞的哦？只有吸电的啦，安尼。嘿，你就充。反正你处理这条，你嘛爱扎这周啊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给扎这搬出去无线充电好？哎，你朋友在老伙仔白老伙仔看到，哦，你这通话无线充电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你要揢住放住好啊哈！你要讲这套无线充电，这一张相，咱来传奇，咱去看。你自拍，自拍，自拍，哎，啊，面相大面怎？你是？哎，对，啊，是个高官。对，面不如这多。啊，翕相。好，你相机啊，关起来。我先平息一下。面无开吼，搁一张。明仔，目睭太平了。目睭太大，对。有哦，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。袂救钱啊！看一下。你要这发布就传去啊！系啊，快紧啊！哦，安尼使，家己试一下赞一下。啊，你嘛，你嘛配相片，你啊，赶快去首页，首页嘿。啊，你嘛去看相片，你有看这个拢会使。哦，这也行，这照片也这也使。这是 Google 相片哇，嘿，我用伊，你用 Google 相片哦，你开始管 Google 相片，你要用 Google 相片。这路，阿里山回家打怪。那好吧，我要回去了，不要跑，楼梯不能跑。我要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？我出门的时候，两个都说不要回阿妈家，每次说要回家都不回家。拜拜。小猫咪没有跟妈妈拜拜。拜拜。小猫咪去下一个，快点。小猫咪要录影呢。姐姐，快点下一个。来换妹妹，快点！来，你录影，来。来了。啊，你不搞工作？哎，妹妹，还有我哎，快点，妹妹，录影，我呀，你要录影的。好，拜拜呀，要下来放一个。好了，有了，走了。小心。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没有很多啊，就这样子。今天我们抽的开箱的东西都是便宜的东西而已，不会有什么那种那个凤梨啊、红莱啊、莲雾啊、苹果啊那种东西都没有。我平常就没有，有苹果。什么苹果？苹果。什么苹果？12。妹妹怎么听到关键字了？没有啦，那个东西不会买。爸爸又不需要换手机，对不对？十一月二十一号星期一。
便宜的。因为这种是回收的盒子，资源回收再利用。纸浆的。好，来。纸浆怎么做？我就知道是 iPhone。没有吧？你看，我就说是 iPhone 的盒子嘛。哎，我猜对了。妹妹厉害，多一抽。猜对了。哎，我也有说。好了，多一抽。iPhone 盒子，我们两个都多一抽了。iPhone 十一给我了。iPhone 十一要给阿妈的。阿妈说她手机坏了。所以叫要拿钱给爸爸帮他买新手机，所以爸爸一定是买一支新手机自己用，然后把 iPhone 去年买的 iPhone 11给阿妈用就好了。他想吃啊？对啊。这是爸爸的手机，这是新的 iPhone 11吗？看起来很像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像11是12吗？对，12。以后。你等你国中的时候 ，iPhone 12就给你了，还有三年。等你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会有新的 iPhone 给你。要等你国中才有，懂不懂？你现在一年级啦，二三四五六一，在六年级。姐姐现在三四年级，还有五年级、六年级，还有三年。六年级了，姐姐还有三年。我几年？你六年就有了，很快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小吴问你的问题哦。这是苹果手机找谁买的？找谁买的啊？找谁买的？记得吗？谁？老吴。对，找老吴买的。员工价多少钱？员工价。打几折？这支好像是多少钱啊？这支好像是28500吧，28500乘以0.85，对啊，我记得是24226啦，刷卡金的是24226 ，iPhone 12，然后128G， 对，那好像真的比较小只哈，你看都是6.1寸的。但是12就明显小了一点。那不会实在？我今天去中华电信看到 iPhone 12 mini， 我就很想要。我觉得那个大小才是我要的。iPhone 12呢，爸爸都没有研究，反正阿妈说要手机，我就买 iPhone 12，然后就给他。那我有谁台 iPhone？ 哦，保护壳，牛顿。爸爸以前的买的保护壳用一年以后呢，壳都黄掉了，所以要买一个新的给阿妈用。那给阿妈用，那就壳黄掉的壳，对，黄掉的壳还有很脏，对不对？那既然给我妈用，就帮她换新的壳好了。那直接买那个犀牛盾就好了。变纯电机哦。接下来是保护贴哦。我不知道。这轻量就是保护。这是 iPhone 12保护壳，原厂的，好像可以接它那个充电的那个，但是我目前没打算买那个，因为我不需要。然后我外面找不到透明保护壳漂亮的，最后原厂这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爸爸比较喜欢的是这种透明保护壳。犀牛盾 3D 撞撞贴，就跟我11的这个保护贴一样，但是我11的之前刚买的那个保护贴破掉了，后来去买这个撞撞贴，然后上面都刮痕了，但是不会破，比较不会破。哇！妹妹，你看这上面有没有都刮痕？有。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有没有？这是给阿妈的。充电座。这是小米的。可以用，
这个小米无线充电盘呢，只要395块，因为个人很讨厌那个苹果的那个原厂的那条线，我习惯用无线的，然后买小米的就好，反正我不急的快充。小米姐姐订阅我们，晚上6点都是出现。